哎，马上过来要得哈。马上都要过去啊？哎，十几分钟了来。都10点多钟了。十几分，不，他不一定那么的。哎呀，快起来活动有活啊，有业务啊，话说。哎，有业务啊。都是现在的业务啊，这会儿还缺啊？15分钟就要到。哎，那不是。啊，要是一个时候还缺。来。板板点，关键那板板还用不得用，嗯，就是那个玻璃用不得用。用有用啊，但是你那些卖废了的，他那个新的，他既然要换，就证明他那个已经不行了。不行，不晓得是哪个回事，但是那个米烂些，可以卖根玻璃的，但是玻璃的那不是管得不严了，就是这个叫。真穿那种啊。你把这东西给我，都是耽误了10点多钟。喂，你车子跑掉，哪个来的哦？要不实在不行了，我就喊别个了。你十个白人，几百个在不？哎，没毛远，几步路的事情。一个人30块钱，30块钱就不说了。你不要跟他说了，20块钱。他两个还50块钱都不说了呀？哎，那几个人扩平了噻。啊，你们3个人太多噻。啊，我们4个噻，他们有没有两个噻？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50块，他们两个50块就行了噻。啊，注意喽，走了，来，我今天蛮重。哎，七八。不是，你这不背凉噻你。我不脏到啊。你这只是脏，你像我那样话背起包走。不要脏，不要脏。好重，好重呀。不要脏。进点嘞，加油。这里加。哎，快一点，近点的话还是。哎呦。等等哈，等等哈。站高点，你走前面喽。哇呀，高。哎，穿的真一样嘛！哎呀，一、二、起来了！哎，他俩。抬远点儿，抬远点儿，清晰。走，太高了，真的。好。哎，老板，你要多久了？啊，等一下。要加啥子？你10号就说的是吧？你那个重，一个人30块钱吧，老板，你说。能等到哪个拿了哪个钱？等到哪个拿？等到老板了噻。给钱嘛，要给了，要给了说噻，可是就你去跟他讲噻，所以你这儿你这个东西肯定要给钱，对不对？给钱，你光是拿给钱嘛，你要跟他说噻，我们，你要跟他讲说，我也讲不来呀，我也搞不来，搞不来，搞不来，讲不来呀，啊，我来自己跟他讲嘛。你要按年关了噻。那是按年关。啊？按年关。走了。走了。好辛苦的，亏你的。哎，不是，说好。那个一个50块钱吗？我不要亏你们了。这个可以啊。就是把那个弄一下，把那个弄上去，完了吗？是吧？弄上去你还要甩渣子不甩？你不要我个人出，你不要我来出。那个这好久没。马上做完，你看那个装修完还要好久。就这一条，妈的！哎，你大哥，我操，真的好久，我一个钟头半天都整得好事。最多一个钟头嘛，最多。哎，那好久。其实专门是这个是一个多小时，我现在给你1秒配了，你好。好多啊。现在给你拿1.50啊。
没有。你老公一个人五十一块八。哦，你俩一人五十。啊。变成我的爸狗屎。就是相当于说，就是在他那儿给五十块钱，就是相当于就是把那些活给干结束，就这个意思。嗯。啊。我在想你一下。啊。那外头还有一块块，还有几斤吗？还有几斤？来吧。